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拼图，它的名字叫无限细胞。我收到货的时候，它就是现在已经拼好的状态。眼神好的可以先把答案记一下。倒出来后把它们全部打乱，这样应该不会有人说我作弊了吧。这些拼块我看着都头痛，一个小时不知道能不能拼好。它们一共有23块，全部都是这种镂空的。我们仔细观察木纹的颜色，其实它们是有正反之分的。拼块的整体形状是比较复杂的，我们只能从细节入手。这款拼图是纯考验观察力的，刚好我的观察力又是那么厉害，所以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。照这个速度来看，应该用不了半个小时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，我前面的都很顺利，拼到最后一块才发现，那样我很可能会疯的。哎，这最后一块好像有点问题啊，像不像一把钥匙？哇，这感觉好爽啊！虽然我没有强迫症，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。这款拼图的难度适中，是我玩过最解压的一款拼图，不过有密集恐惧症的不建议去尝试。